本港两宗确诊以及一宗初步确诊个案，呼吁市民应尽量留在家中，避免外出，以及注意个人卫生。唉，最后一日都冇得出去玩。早晨啊！今日系新学期开始，唔知大家喺假期过成点呢？喺上堂之前，不如大家分享下自己假期做过啲咩啊？